喜欢你，抱歉我不行，因为我有眼睛。哦，你好烦，长得很奇怪，再跟着我就报警。仰慕我的人特别多，啰嗦的你却包容我的沉默。哦，没理由跳跃的感受，在靠近左边的胸口。哦，转过头有点失落，你怎么消失在巷口？突然搞懂我的生活，早习惯你在左右。知道吗？我一直就很想找一些机会可以好好跟你聊一聊，只不过，好啦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真的是一个不容易跟别人相处的人吧。所以呢？所以我。所以我就有很多话不知道怎么跟女生说吗？你讲话就讲话，干嘛这样吞吞吐吐的啊？你，他是要跟我告白吗？我会不会太快了？他不会是要吻我吧？喂，你在那边扭来扭去扭什么啊？我哪有扭来扭去啊？明明就有啊！你转过来啊，你眼睛看着我，说啊，你刚刚偷想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有想啊，看我哪有想什么？没有啊，我想说夏天嘛，出来晒晒太阳也不错哦。真的？嗯，这样以后都可以陪我玩了哈。好啊，哎，你意大利工作做得怎么样？哦，你不在真的好无聊哦。不过我带很多礼物，走，我们去看。什么嘛？刚刚是我在幻想吗？还是我又误会了？
算啦，至少累笑了，累开心，我也觉得很开心啊。嗯，可是为什么突然涌上一种感觉，好像我跟累之间有着一段距离，累好像会离我而去。不要担心啊，我们都照着医生的话去做啦，皮皮一定不会有事的。皮皮在我的心中是有着最特别的位置。皮皮，我真羡慕你在内心中占有一个特别的位置。不知道哪一天我也会有这样的运气。你在看什么啊？累，我们一起打排球，我们一组啦，快点嘛！累，我也要跟你一组，我跟你一组。我神经病哦，我才不要呢！我要跟 Tina 一组。来了。哦，我干嘛要跟他一组？因为 Tina 以前排球校队啊，累可能觉得这样比较轻松吧。打球啦！仙人掌称赞，根本一点都不值得高兴。哼！整天听你在那边唉声叹气的，干嘛？只不过开学，又不是什么世界末日的。哇，你又不懂。什么我不懂啊？好歹你妈也年轻过。想当年啊，我们在学校的时候。当年是800年前吗？切，没礼貌！你告你妈什么？百年老妖怪啊？雪芳。刘雪芳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我是林小梅啊。哎呦，高中的时候都坐你隔壁。啊，小梅，我好久不见啊。这个是你们家老大。哎，叫人呢？阿姨你好，我是夏芽。夏芽。原来你真的一毕业就嫁给小夏了。哎呦。记得我们以前呢、啊，都跟你开玩笑说，如果你真的要嫁给小夏，千万不要冠夫姓哎，下流下流，听起来多难听。好了好了，话说回来啦，日子过得幸福比较重要嘛。我们也这一生呢、啊，就希望能遇到一个肯疼你、爱你的好男人，像我老公就还不错了。哎呦，我都结婚7、8年，老夫老妻了。前一阵子啊，我们结婚周年纪念日，他还特地送我这个戒指。哎，他说啊，他对我的爱就像这个钻石一样坚定不移。哦，我都感动得不晓得该说什么才好了。真的，你老公对你真好哎。对呀、啊，
小夏应该也对你很好吧？你们在一起那么久了，她应该送了你很多礼物啊。哎呦，都老夫老妻，我们不来这一套了。哟，你真是太贤惠了吧你！像我就没有办法忍受这种一成不变的婚姻生活。如果每天都只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话，那我干脆去死了算了。你看我啊，没事就喜欢喝下午茶啦，逛逛街啊，买点睡衣啊什么的，而且还要是性感的哦。不错吧？哎，妈妈，这个阿姨真的很记仇。我是觉得每对夫妻都有不同的相处方式嘛，如果我老公没事就送我东西，我还会担心他是不是在外面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呢。啊，你知道吗，这个男人啊，如果真的要变心啊，就算你每天都换一套这个性感睡衣也救不回来的。对不起啊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那没空就别联络了哈。妈，你真的很厉害，反应超级快。这个阿姨的老公啊，一定有外遇。好了，回家了。哎，妈，你等我一下。哎呦，等我一下。哎，我们今年的结婚纪念日要怎么过啊？你问我啊？不然呢？我要去问隔壁的老王吗？哎，随便的，结婚纪念日跟谁学的？在一起十八年，你办个礼物，办朵花从来没有送过给我，你不会觉得良心不安呐？还好啦。那离婚好不好呢？啊？没那么严重吧？你可以说好啊，反正你什么都好嘛。哎姐，嗯，那爸妈离婚，你要跟谁住？白痴啊你！爸，赶快想办法啊！妈妈看起来很认真哎。哎呦，妈妈。那你要怎么过嘛？我想啊，我们来办个 party 怎么样？哎，办 party 不错哎，那我可以找很多朋友，还有以前的同学来。别不要找同学，那是结婚纪念日嘛，不是同学会了。哎，那我要赶快想一想要找谁呀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找的。大飞那个谁好？哎，妈，那我可不可以找我同学一起来？不要，自己人就好，不要人太多。当然可以。人多才热闹，对，我们还要找外汇，然后还要找一个 waiter， 我们要有红酒，哎呦，那也很棒。对呀，妈，我陪你吃。人多才热闹，对，我们还要找外汇。你吃饭呢？老公，那就谢谢了哈。哎呦，老婆当然开心就好了嘛哈。哎，吃饭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我吃饱了。累，我告诉你啊，累，就是累，一直喊累，我真的很累，好不好？真不知道我爸为什么要帮我取了个鬼名字。累，你知不知道今天我爸妈要举办结婚纪念日的 party 啊？那你要来吗？哎，累。你点头是打哈欠的前置动作，还是答应要来我家？答应要去吧。真的吗？那今天放学我们在校门口集合，我再带你跟雨言一起来。累，我邀请你来参加我爸妈的结婚纪念日 party， 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怪怪的？有一点吧。
乖乖乖乖乖，我有电车痴汉，哥哥我还要。来了没？看到没有？妹妹啊！离开！离开！离开！我爱你啊！你让我跟你离开吗？哎呀，你快点啊！累在等我们了耶！哎呦，夏雅，你放心啦，累这个家伙从来都没有准时的，而且我有点怀疑他的信用，哎，他常常出尔反尔的。不会啊，我今天中午遇到他，是不是又跟他讲一遍？他还是说 OK 哦，快点。干嘛？啊！你又忘记了，我就知道。你前天不是说要陪我参加一个录影节目吗？幸好我有来接你。有啊，每次都这样。啊，夏雅，不要难过了嘛。累那么任性又情绪化，他去的话一定会把帕拉德气氛都搞砸的。所以他不去反而是好事啊，对不对啊？不行，可是我很无聊哎。我也很无聊。你有看我把报纸拿出来看吗？伯父，要不要来点点心还是不要呢？这是我应该做。你在我们家是客人，你怎么做这种事呢？不用客气啦。哎呀，谢谢你啊。哎，麻烦你把我们的家庭相簿拿过来一下啊。是的，夫人，请坐下，马上来。夏姐，那你要来一点吗？哎，这害羞什么？还脸红了你。阿杰，过来一下，阿姨说要看你哦。去啊！赶快过来。孩子，几年不见，怎么长这么高了？小孩子又长得很快嘛，对呀。长得好帅哦，简直跟小夏年轻的时候一样啊！这个妈妈，还好累没有来，不然这些我妈上看到她，真不晓得会怎样哦。累来的话，一定会得罪那长辈。真的。夏雅，你爸爸跟妈妈是自由恋爱还是相亲的？好像是自由恋爱吧。我真的很难想象他们当初在一起的那个样子。哎，猜猜我是谁？你是林凤娇？不是，我给你个暗示，是什么霞？真的？你是水电侠？啊！你长得跟我像林青霞，我讨厌你，我不要跟你玩，我跟我妈讲。不要这样子嘛，本来人家还猜蝙蝠侠嘞。刚刚那什么节目嘛，早知道都不参加了。那主持人真的很不专业，问了什么烂问题。要不是每个 model 都去参加那种乱七八糟的 party， 那根本就对 model 有偏见啊。累，我心情不好，你陪我去吃宵夜。不要，我还有事。你要干嘛？我就是要去参加那种乱七八糟的 party 啊。干嘛跟着我了？赶快回去啦！可是什么？赶快回去！来，路上小心喽，拜拜，走啦！见鬼啦！雨渊什么时候换手机啊？哎，奶妹，不是我不愿意去哦，这一切都是天意啦。哎，真学会，搞一个一般三。
么两样。我就说过啊，不要办这种活动。你看看，劳民伤一点意义都没有，搞得家里住不下。你说的什么话你啊？哎，什么快乐？结婚纪念 party， 你意见怎么那么多啊？亏我闺女跟你跟了这么多年，当初为了要灌夫婿，被人家嫁什么下流太太多难，你叫了这么多年。还有一结婚的时候你说什么？你要买一个钻石戒指给我。哎，请问我戒指在哪边呢、啊？我一等就等了18年，人家那个薛平贵都已经回去看王宝钏了，我的戒指在哪边？请问在哪边？还在南边没有出土呢。哎呀，啊，你看清楚哈、啊，这就是男人结婚18年以后的模样。当初的海誓山盟，全都是假的。哎，你跟小孩，你讲的最后一点我不能苟同。我记得上次买电锅的时候，有送个赠品，很大的一个苏联让我有送给你。你这个好像讲话不实在。你干嘛？啊？这老的整我，你小的欺负我啊？你的什么态度嘛你？不是啊，就爸。当年是你主动追妈妈的、哦，那你有没有送她花还是卡片什么的、啊？关你屁事啊！你快住手！是不是每个人结了婚，过了18年之后，都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没有梦想，没有希望。也不记得最开始恋爱的心情。结婚多久，我都相信我一定还会像第一次谈恋爱一样，永远怀抱着浪漫和憧憬。认识你 是我这一辈子最幸福最快乐的事了。一直在我身边照顾我支持我。累，认识你也是我这一辈子最幸福最快乐的事啊。我永远都无法忘记第一眼见到你那种心跳不止的感觉。今天，今天是我们100周年的纪念啊！呀，我还是要再一次的告诉你，I love you。在干嘛？没有啊。哎，那你的手机响了。你帮我看一下谁打来的。是蔡姐打来的。哎，雨燕，蔡姐是谁呀？那他们模特儿经纪公司的老板呢、啊？他们下个礼拜有一场服装秀。服装秀，哎，
雷要参加吗？是啊，不然模特儿公司哪需要这么辛苦啊？雷之前好像给一个叫什么江安奴的大牌设计师的时候放过鸽子。啊，他放设计师鸽子哦？所以蔡姐现在才提早一个月，天天打电话跟他提醒，天天跟他确认啊。真搞不懂，这些设计师怎么老是学不乖，这么不可靠的模特还老要用他。我想雷大概是有某些特质，特别的吸引那些设计师吧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这一次不会再迟到了，可不可以？不是啊，你这件事情到底要念多久啊？哦，你不要每天都打这通电话来了，拜托你，我求求你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去的。这臭小子，也不过就是腿长那么一点点，就叫累这么奇怪的名字。对啊，哥，那个丁年级的很嚣张嘞，听说还是当什么那个男模啊。我好像已经看见他的脸被我踩在脚底下那种残忍的画面了啊！你在笑什么啊？我告诉你，志玲，别天别玩啦！别玩了，舒不舒服？爽呐，走吧。夏夏同学，送情书的女生。之前我写了一封信给蕾，结果蕾把那封信丢了。听说你因为这件事把她骂了一顿，我真的觉得……哎呀，你不用特地感谢我啊，我也不是特别为你才要求她把那信看完的。你真的好鸡婆哦。你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完全不给累面子，还把他骂一顿？现在全校都知道喽。而且要是累以为是我叫你去做的，开始讨厌我怎么办？还是你是故意要让累讨厌我的？我没有故意要让累讨厌你啊！你这个心机好重哦。啊，我心机重？反正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，你就不要多管闲事喽。打算设一个咖啡摊，二年 A 班已经决定摆咖啡摊了，麻烦你们换一下好吗？可是我们……总之麻烦你们快点决定可不可以？你身为一个班代表，这样太没有效率了吧？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最先提议要做咖啡摊的，好像是二年 C 班的同学吧？这是你自己擅自做主，把咖啡摊让给二年 A 班的同学做的，这样。剪刀社的周乔山同学，我已经许可，请勿发言好吗？不是，老师，我只在讲一个事实啊。你看，如果你决定要把咖啡摊让给二年 A 班的同学做，那你要给 C 班的同学一点时间准备，好让他们准备一下在圆舞会上面要卖些。其实呢，我觉得那个竹俊长得还不错，还蛮帅的，而且听说他是剪刀社社长。哇，他很厉害哦，说不定呢，他是你命中注定的恋人哦。灿烂，你不要紧吧，一会儿我陪你去厕所擦一下。同学，等一下。其实是我有话想跟你说，就是那个，如果你现在没有男朋友的话，请问可以跟我交往吗？西班欧阳同学，麻烦你明天放学以前通知学生会，看你们要摆什么摊子。散会。学妹。
那刚刚老师讲的不用太在意，是他的错，不关你的事。对了，如果你们班上还想不到要卖什么的话，我觉得寿司还不错，因为我叔叔就是在卖寿司的。如果你们需要什么器材，我可以帮你们借，就这样。谢谢。不客气。那我先走。嚣张哦，模特嘛，还叫累那么奇怪的名字。熟。英文啊。哦，你还给我绕英文哦？你又多了一个欠扁的理由了啦！今天你一定会死得很难看，很难看啊！他好像比我还惨吧？你太卑鄙了！你竟然敢偷袭我！你不要以为是你了，我就不敢扁你！你完蛋了！你撞错人了啦！他是剑道社社长哎！你干什么？放手啊！没有啦，因为我是觉得哦，他用那个拖把打我哦，蛮卑鄙的啦！哎，卑鄙的是你们吧？这么多人欺负了一个，哈！啊，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啊！礼拜六有个 fashion show， 听说会有个 party， 到时候你们也一起来啊！哇，我从来没看过真正的走秀耶！有，一定有！哎，对面那位穿着打扮走 high fashion 路线的学长，可以过来一下吗？你是在跟我讲话？是的，没错，过来吧。哇，我看你的长相，时尚圈少了你实在太可惜了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啊？啊，真的吗？哦，原来我错怪你了啦，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好人呢。我们可不可以？不好意思哦，就只有他可以。我看不上。师妹，这……刚刚走掉那个瘦瘦高高那个男生叫做累，是雨嫣的弟弟啦。我知道啊。他是你男朋友？不是啦，
我只是单恋他而已嘛。原来我们都是天涯沦落人。学长，你到现在还喜欢雨嫣吗？像她这么漂亮，又那么有气质的女孩子，怎么可能会喜欢像我这样的男孩子？学长，你要对自己有自信一点啊！拿出你剑道社社长的魄力来，杀杀杀！学妹，你还蛮适合学剑道的。学长，你刚刚救我那一招很厉害，什么东西啊？那一招？你说这样这一招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根本不知道。我这。学长，你好厉害，你撑很久。我跟你讲，剑道社的男孩子都非常有魅力的，你看。真的耶，你有壮吗？你都吃什么长大的？发表会，而且嘞还要上台走秀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还因为紧张到都睡不着哎。看我的眼睛有没有很红啊？有没有啦？夏雅，怎么啦？没事，我们进去吧。设计师，我们知道累不可靠，还是要指定他来走秀，因为累可以让每一件穿在他身上的衣服都变成一个艺术品。累就站在我的面前，但是这短短不到半公尺的距离，我却觉得遥远的像是另一个世界。一个任凭我再怎么伸长手也无法触及的世界，就算我的眼里心里整个世界全都是泪的身影，我还是只能远远地望着他。毕竟和他相比，我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平凡女子。你刚刚是坐在哪里啊？
出来，我们再努力的另外一面。对啊，你觉得好看吗？我是来看我的。就是很漂亮的呀。雨燕，雨燕，你在这里啊？哎，你饮料快要没了，要不要去加？好啊。哦，你去啊。夏阳，等一下，我给我姑娘叫饮料。雨燕。你在干嘛？雨燕他们去哪？雨燕，他好像有朋友，他们去那边加饮料。哦。哎，今天怪怪的哦，话怎么变那么少？那不然要讲什么呀？不是啊，平常你都会累累累累个不停了，今天怎么变那么奇怪？几个三年级的呢？他们不是要来看走秀，可是怎么一个都没看到啊？对哦，我都忘了，我都忘记跟他们约好要带他们进来的，结果我连跟他们约在哪我都忘了。哈，那你这样会被他们追杀吧？算了啦。Lay， Lay， 你看，我碰到 Steve， 我们在那边聊天，你赶快过来。哎，好啊。等我一下，我马上过去啊。你先去啊，去跟他们聊天。我也差不多该回家了啦，太晚回去的话，我爸妈会骂的。帮我跟雨燕讲一声啊，拜拜。这场服装秀虽然像梦一样非常的精彩好看，可是却连泪也仿佛变成梦里面的人，离我好远好远。跟你说一声，我就先走了。哦，没关系啦，反正那种场合本来人就来来往往的，无所谓。哦。哎，雨燕，是乔山学长哎。哎，师妹。变态，雨燕。
件事情，哎，我看就只能交给上天来做决定。哦，啊，哆啦 A 梦，他为我说，为了我，哎，不对，为了学长，谁抽到千王的人，就要去把那个丑妹。啊，我还是初恋呢。玩这么大，说好了，好了，说话算话。哦，好了，不能翻位。认真的，嗯，听众，为什么我先抽啊？卷毛，你先的，卷你凭什么说我？去学学点字啊，第一天上学啊，快点，快点。哎，没中！小心啊，死样子！眯一下啊，眯一下，右边，右边！啊，也不是我！哎呦，龚俊，你来了！进来，有请冷军，冷军进！哎，坐下，坐下！啊啊啊！哎呦，害羞！你过来啊，走过来！来啊，看一下，小气啊，看一下。剑王，嘘，打死你！爱抽剑王，真说好了啊！剑王配丑妹，说到要做到啊！对呀，可是什么？有什么好可是的？啊，男子汉大丈夫，眼一闭，牙一咬，一下就过去了嘛！其实我也明白啊，我就是我，又不是只有美女才可以跟帅哥交往。可是，一回想起那一天晚上，心里还是觉得很失落。泪明明就站在我的面前，但他所属的那个世界，似乎是我一辈子都到不了的地方。他就像是一只美丽的蝴蝶。而我却只是……哦哟，好丑，受死了！班长赶快送医呢，早上就不要找他们。哎，你们很吵哎，卖寿司卖寿司，有什么不好啊？男生就只会放在里面讲话，真恶心！真不懂脑袋想什么，又不是人家长得漂亮就什么都好。其实我觉得卖寿司还不错啊，感觉好像比摆咖啡摊还有趣。就是说嘛，哼。嗯，你用这种便秘的表情讲这话，一点说服力都没有。还有，拜托你把眼泪擦擦好不好？赶快去保健室里面擦药吧。哦，好吧。怎么办？他们说的也没错。寿司真的很难做，如果不事先练习的话，哇，那我们约会当天一定手忙脚乱了。可是，到底要找谁教我？夏同学，我是剑道社的陈朗竹。请问你有交往的男朋友吗？我想也是没有啦。哎，同学，我想我……我想跟你做朋友。我不太会说话，所以请你用看的。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喽，拜拜。第一封情书哎，啊，神经病！我在高兴什么？就算只是单恋。但我还是有自己的梦中情人啊。不过第一次收到情书，还是很高兴啦。好熟悉的图案哦，那个是 PP 吗？任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
我在玩捉迷藏啊。捉迷藏？哇，那谁是鬼啊？还没来。哦。你现在总算知道我心里的感受了吧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情书啊，你手上那个东西。哦。刚刚你都看到了。通常会把这种东西给别人的人，都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，以为只要把内心的话通通说出来，心情就舒坦啦。但他就是没有想到，收到信的人心里是多么的恐怖，只会把心里那些恶心的话通通说出来，自私鬼。磊，你一定没有真心喜欢过别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才会这么冷漠地看待别人的感情。我觉得让自己喜欢的人明白自己的心意，并不是一件坏事啊。不管结果是好是坏，至少他都勇敢地付出自己的真心嘛。哼，了不起啊！好啊，好一个悲天悯人、伟大的胸怀啊！要不然你就去跟那个剑道圣人在一起嘛。你们两个还蛮配的啊！哎，哥，你们看，那个路口在那里啊！被发现了！你这混账！昨天我等的膀胱都快爆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对啊，我等了3个小时30分钟要25秒呢！还想跑？对！这样贸然地向你表白，或许你会觉得有些唐突。哎，有些什么？有些唐突。哦，唐突。好。一连失眠了好几天，我终于还是决定面对最真实的自己，勇敢地告诉你，我好喜欢你。哎，会不会有点太恶心了？哎，情书大全就这样写嘛，就这样抄啊。哥，就是朗竹，他就抄到千王，他说了算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对啊。朗竹，继续啊！记得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我便被你美丽动人、甜美的笑容所深深吸引。一个美丽活泼的女子，一定是值得注意。但一个娇美灵敏而又不傲慢的女子，怎么不使我仰慕呢？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这封情书写了好多美丽的文字哦，但是怎么感觉就像在看一篇从情书大全上面抄下来的文章啊？不太真实。这就是类看到那些情书的感觉吗？来，水妹。学长，真巧啊。怎么了？手受伤了？没有啦，因为我刚才在盯园游会的看板，不小心敲到手啊。学长，你也受伤了吗？没有啦，我在帮剑道社补充一点药水，还 OK 绷。你也知道剑道社这个地方最容易是有人受伤了。学长，你们剑道社是不是有一个叫做陈朗竹的人啊？嗯，有啊。那他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呢？那怎么讲？个性善良，然后心地也不错，不过有点脱线就是了。那他应该有很多朋友吧？就算遇到什么打击，有很多人在旁边支持他、鼓励他，对不对？我想应该是吧。朗竹他怎么了？啊？没什么啦。学妹，你知道你们圆圆会要卖什么吗？哦，我们要做寿司啊。寿司？真的假的？你们要卖寿司啊？
学长，你也喜欢吃寿司哦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你们卖寿司很好，真的。我也觉得很好啊，可是我们到现在都还不会做，而且那些器材也不知道怎么准备啊。哎呀，这些包在学长身上没有问题，你们要的东西我……反正学长帮你们准备就对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学长，你要帮我们哦。嗯，我不帮你们帮谁？哇，谢谢，你人真的好好哦。手没事吧？啊，那我帮你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我可以。把时间空下来哦，乔山学长说啊，他叔叔开了一家寿司店，要带我们去学做寿司哎。反正呢，属于小圈他们又不想去，干脆就我们去吗？乔山学长真的很好哎，超级亲切的，而且啊又是正闹社的社长，多有男子气概啊！你什么时候跟乔山学长这么熟了？哦，也没有很熟啦。雨嫣对乔山学长还是没有感觉吗？可是乔山学长真的是个好人耶，我是不是，真的太鸡婆啦？你是否感觉到我看着你给他的笑容，守好我的感受？我呀，小牙，想说不能说的事。做什么？干嘛？你不要动他！哎，吃啊！做你干嘛？没有人要吃。哎，拿！放着，你看你的手。把我的眼睛掉了！你把我眼睛掉了！哎，小朋友，你在吵什么？都是你看，是啊，这东西怎么会有人吃？你看，哎呦。捏面人嘛，捏面人嘛，对不对？捏面人嘛，真是，捏面人，眼睛也掉了，嘴巴也歪了，我才不敢吃。真的好吗？哎，哇，我不会做，你慢点跟我讲。起来了，快点来，过来，看看雨嫣，你来看看，人家做的多好，刀工多好。哇，好厉害！可以参加比赛了，看起来好好吃哎。他不管是蛋糕还是点心，都做的超好吃的哦。跟我比起来，我就差多啦。我看还是让雨嫣去做好了。把他顺手好一下。你叫他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？不要再玩了，来，我教你。你做这个东西。不然我教你好了，我还做你的脸好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你看我做的很像哦。来，我教你们做，教你们做。不要乱做了。周师傅，我们来做乔山的脸。来，你俩看的眉毛，说说哪里眉毛？海苔好了。不要海苔。你我感情的折磨无疾而终，只是怕爱的我再难过会找上我。沉默等候，城市的微风舞动，雨中牵起你的手，眼泪不流，但我知道。不要闹好吧，来。喂，你有话就直讲啊，干嘛一副好像我欠你几千万的样子？雨嫣，你身体不舒服是吗？像你这种人，夏雅怎么会喜欢你啊？我这种人又怎样啊？奇怪，又冷血又任性又情绪化又没有恻隐之心，夏雅要是真的跟你在一起，那就太不幸了。哎，磊，夏雅现在跟你在一起啊？那要不要妈咪帮你算一下恋爱运呢？妈，你没看到我正在跟他吵架啊？Sorry， 你们继续。好啊，就算我又冷血又任性又情绪化又没有恻隐之心，那又怎样啊？夏要是喜欢别人，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。是哦，原来他已经和那个剑道社的人在一起了。
次还看到他拿一封情书给他，夏雅自己好像蛮开心的。他拿了一封情书给夏雅。夏雅，把你的手给我。有一件事，我今天一定要告诉你。其实我喜欢的人，不是我的水面。我喜欢的人是你。真的吗？我喜欢的人也不是泪，是你。真的吗？太巧了，来吧。心情不好啊？我哪知道啊，大姨妈来了吧？神经病。我真傻，像他这么阳光的男孩子，当然是会喜欢像夏雅这么活泼又可爱的女生呢，怎么可能喜欢我呢？我又不可爱，又没人缘，个性又别扭，我除了这张脸还有什么是值得人家喜欢的呢？想太多了啦。我可不可以偷溜出去一下？因为我有事情要去剑道社一趟。剑道社？这件事情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啊。详细的情形我都再讲给你听后，但是我必须去处理一下。拜拜。夏雅。嗯？你别在意我的感受了。如果你可以得到幸福，我也很替你高兴啊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人又这么好，我觉得你们很配啊。啊？你跟他很相配。
我要去观摩一下啊。不行，你们这样欺骗学妹感情，还要我感动？我们情书超情书大全呢，那筹备一定会感动的。OK 的啦。如果有什么奇怪的人来找我，就说我不在家，听到了没有？问题呢，在那个江安妮。来了。坐姿态的你，心跳。